本节目由影驰赞助播出，过六关买六将，影驰1660Ti系列显卡全新上市。下班休息看直播，放学回家学操作，破个精彩怎么破？我来帮你放重播。主播周慧婉每周五更新。下手轻点，不给兵了。敌军还有30秒。哎呀，哥！哎，你们也真的是，人家半个没闪现，你们怎么能说出来呢？这多不好啊！没闪现吗？真的假的？那我第二波连了。那我要开始，人家半个没闪现，你们怎么能说出来呢？这多不好啊！下手轻点，下手轻点，我跟狗狗下手轻点，后兵发现我后期打的，我又不是个疯奴，和瓦斯良，说什么都没用，谁来劝我都没用，不行的。OK。哎呀，我他妈闪现太点了。没有闪现是不是？那我肯定得这么做，这不能怪我呀，我又不是个疯奴。哎呦！很多玩家看来肯定会是觉得，哇，这螳螂太厉害太秀了，这怎么做到的呀？但我告诉你啊，就我眼睛闭着我也可以这么做，因为我的操作已经形成了一种肌肉记忆了，我都不需要用大脑去思考它，我甚至可以做到，就是我屏幕不切换过去啊，我就在小地图上这么打团就把他们打死了，你信吗？我屏幕看着这个塔就这样开大招 W E 进场 W，我不需要切换过去的，我就把他们打死了。那刷野，小地图上打一打就行了。哦，哦，哎，我怎么切换过来？人在扭曲空间里面。五级应该还能杀，you
这菜明明能秀的，我这 Q 一下老空啊。不是我们战斗力这么低吗？我的嗲嗲，这游戏就不能赢了是吧？因为这个辅助他无限在搞，他无限在送，你知道吗？这辅助真的有很大很大问题。剪刀呀，很关键，手速，手速拉满，有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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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手速拉满。三级剑圣呀！啊，吓我了，守住了，守住了，守住守住。呀，他那个，这么快？妈！呀！没放，能不能上？没有办法。哎，这你能守住吗，钟哥？我能守，我不知道我能守住，我没技能的。不知道你能不能守住，你有个防御塔呀，你也许可以守住，他们没到 buff 的，你守十八秒就可以了。哎，可以可以可以，王子二连只要能被你打断就好了。王子顶塔，哎，他二连失败，王子顶塔，王子死了。哎，这么牛头帅，牛头帅，拆不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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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跟你说。我顶着他，牛头，别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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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重发。N W N W， 对，领导，我上火了。你杀了哥兄弟！漂亮！哇，杀人大龙吗？大龙大龙这样吗？过来！哎，把后面两个都往那边打啊！杀过来！啊，加快加！一波一波，集中秒杀！秒杀！杀他！差一下，差一下，没时间开了。喂，再来玩，加点，再来玩，再来玩，再来玩。真得了，我哎呀！哎呀！别！这是守家呀！为什么就是没有人守的家呀？你们是不是觉得看我摄像头感觉主播有一米九？其实说实话，主播没有一米九，去网云。走，继续推。你真的很跳啊！你是真的跳，我发现你，你是真跳啊！科比是终极外乔 ，W， 大郎，放破了，好的。哎，错了哥，太吓人了，我们现在死一波就一千，死一波就一千。嗯，这怎么办？哎呦，左右逢源，走直线。先死一波就一千，死一波就一千。嗯，我以为我中一下子可以，妈中两下。来吧来吧，你把号 ID 发给我呗。啊，老妹儿，我好像听到有人说你这个 ID 叫粉色内裤啊。你怎么发出这么恐怖的声音？哇操，你这！你这个声音让我觉得有点奇怪啊！你不打下路吗？我不打下路，为什么要打下路？你为什么不打下路？我为什么要打下路？我是老板，我想打哪里我就打哪里，我说了算，难道还是你说了算？那下路交给我，我拉闸了呀！哎，躺着躺着，好吧。你要问我打不打下路，我反手就是两个大嘴巴子，把你的脸给你抽抽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这个人有点这个虐待倾向，知道吧？你接过几次单？这么垃圾，我操！哎呦，你这简单点吧，好吧，兄弟。什么兄弟？谁跟你兄弟？叫老板。老板。这样还差不多。你走下路就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你是个垃圾，所以我走下路我肯定会崩，对不对？那有什么意义呢？哎呦，
说到心坎里去了哟。你这个情人节已经够可怜了，又没有男朋友，还默默地在比心上面接单，还带你输了一盘游戏，这一定是非常可怕的回忆，好吧？哎呦！我出来给你过水瘾了。哟，你终于发现了。对吧？我必 C 你，好吧？这盘不 C 你，我不敢令三个字倒着写。哟，在草里面。回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别飙。走位，哎呀，躲掉了。嗯，你给我回来，一刀斩，这个鬼一样，怎么样？要不要？夸我。你的夸奖人的词语就如此粗糙吗？我受不了，我要培训一下你了，真的。张开你的大嘴，发挥出你最强舔功。我遇到了那种就是会舔的姑娘，她们一般业绩都特别好，你懂吧？你太恶心了，是吧？太恶心了，受不了你了，受不了我了。我老婆说受不了我了。你看见没？你老婆都受不了你了，你老婆就喜欢我这两个嘴巴子。没事，我老婆很爱我的，你知道吧？没有，我他妈跟你，我慧慧。干嘛？我爱你。大情人节都别女的玩这么嗨笑这么淫荡。没有，因为我内心其实很痛苦，你知道吗？我都快哭了。每次到了节日期间，都在迷茫到底送什么礼物才显得得体，每次都在纠结中错过最好的时机。没关系，是在腿外师傅三期女生节特辑来帮你了。直男都爱的樱花键盘，可爱到爆的猫耳机，打开包装时的少女心组合拳，让它沉迷甜蜜。零食店的零食依然是爱的陷阱，即使小小的惊喜也能让它体会到你的用心。当天买当天发，三秒钟解决学历无苦手。淘宝搜索是大腿零食店，是大腿万事屋，立刻收获它的清新。关注漏气是大腿，撒币主播真会玩。我是不德云 DJ 运动大会正式开启。第一个项目拔河大赛，兄弟们，因为我暂时拍摄，我们分部只出四个人，四个打人五个。这场比赛既分胜负，也决生死，有仇的报仇，有怨的报怨。我今天就要干死那个红毛猪。德云社 DJ 运动会第一场项目，第一个拔河大赛，预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冲！牛龙夫加油！给我杀！兄弟们，好加油！我操，四位母站在优势，对面节节排队，节节排队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五秒钟全没了，我站起来。下一个集体环节，两人三角。来，第二组已经开始了。一二二，预备，跑，刷不开的。哎，好像追上来了，加油，小静，元气，冲，能追上吗？能追上？哈哈哈！哎，追上了没？来，谁赢了？他拽我，别说了，裁判怎么说？这一把平局。我之前没说不能拉人呀。确实没说过不能拉人，讲道理啊！大家要尊重这个比赛，比赛就是为了赢。但是我们不丢脸，兄弟们，我们这个平局才是体育竞赛。下一场是什么？跳远吧！草地跳开就是沙坑。讲道理啊，你没我奶奶跳得远。同学，你小心啊！我跟你讲。你便秘是吧？哪里？拉出来了没？我们还有谁可以上课了？小陈，活动一下，小陈，认真点，喊个口号。Nice。Ooh, baby。
屁股过了，屁股过了，屁股过了。李哥到底哪里哥？守三条，守三条，李哥。门神，顶住，顶住！往边边上，他跑不动。哇！找到李哥的破绽了，下次比赛。不是你们好恶心啊！你们怎么这么恶心啊！你们。